那我刚才看到视频中有一些你以前学的空乘专业的一些手势啊，什么系好安全带啊这种东西，你还记得吗？那种手势？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，都不记得了。真的不记得了吗？你有没有想起来刚才视频里很清晰的？没有。这个动作是什么呢？这个动作？这个好像整理领带吧？整理啊。好，那系好安全带应该是怎样一个手势？系好安全带，